说吧，你想怎么办？反正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他善解人意，体贴周到，照顾我无微不至。就这么说吧，我离不开他。 常年在外面跑生意，身边确实需要有个人照顾。谢谢娘。今天咱们不说这事儿，咱们现在说说这半田产的事儿吧。娘，您不会是在…… 跟我做交易吧？你不是商人吗？商人连交易的规则都不懂啊！娘，我求求您了，您别再逼我了，行吗？ 进来了，小女子钟又锦，给夫人请安。孟三儿啊，什么？把这个不懂规矩的女子请出去。这不太合适吧？怎么着？你也不懂规矩？不是。 跪下！夫人，请息怒，请听小女子说。孟三儿，沈梦，四少爷毕竟是瑞福祥的主政，您总得让他在人前过得去吧。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太没有分寸了！你想教训教训我，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行了，娘。 要买地吗？我跟您做这个交易，我答应你。孟三，拿银票去。少废话，拿银票去。 Thank you.
姜汤吧。好。下雨路滑，要是车子出点事儿，哪儿那么娇贵呀？天下雨还凉快呢。哎，都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赶紧回布房吧，济南商号等着米下锅呢，快点。那你好好歇着，我们先去了。我待会儿我也去。婆母，您辛苦了一路，还是甭去了。哎呀，行了。伯母，是不是四少爷惹您生气了？没有，四少爷那儿你甭惦记着啊，专心学习织布。是，儿媳记住了。嗯。哎，最近瑞福祥捣鼓出一种什么宣青布，你听说了吗？听说了，昨儿我还和几家布号掌柜议论过这事儿。他们怎么说？宣青布的另外一个名叫阳经土尾布。哎，你猜大广上孙建安怎么说的？怎么说？好嘛，阳经布是马，土尾布是驴。感情瑞福祥在搞驴马交配，鼓捣出阳经土尾布这匹骡子来。这个地方我总是弄。六姐，嗯，我可能最近要去一趟上海。去上海？你就不能在家里多待些日子啊？我也想在家多待些日子，可是我现在无法停下来，确切的说是不能停下来。为什么呀？因为我现在好比是一个陀螺，如果停下来的话就会歪掉，又好比我身后跟着一条吃人的大虫，我如果停下来的话，就会被它吃掉。吃人的大虫？债券崩渠就是吃人的大虫。要不你去上海把我也带上吧，好歹为身份提及，是个帮衬。你真以为我被吃人的大虫盯上了？我告诉你，能够吃我孟四少爷的大虫还没有孵出来呢。我管他孵没孵出来，我就是要跟你去。再说了，我又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添麻烦的。如果要不是我有事让你去趟北京，我真想把你带过去。你要让我回北京？对，龙爷过两天会押运军需部和帐篷，你跟他的船一块回去。有什么事儿非得让我回去办啊？是奎爷的事。可是你说你这一个人去上海又没有人照顾，你说我怎么能放心呢？哎呦，你现在还拿我当小孩子呢？我告诉你，孟三儿陪我一块儿去，放心吧。我呀就是不放心，我什么都不放心。哦，你是不是怕我去上海的时候又碰到一个六姐？六姐是遇不到了，
说不准啊，能遇到什么七姐八姐的。我还碰上个十姐呢。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明天孟三儿从旧军回来以后，后天就走。怎么，你不回家看看了？不回。你该回去看看，他老人家还在生你的气呢。你去认个错，然后去告个别。没什么理可以赔，那天根本就不是咱们的错。不，是我们对不住他老人家了。为了我，你才答应给他银子，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太不经思量了。她是一位母亲，一位不寻常的母亲。她需要母亲的尊严还有权利。然而，寄托了这么多厚望的儿子不肯买她的账，却为了维护一个曾经在，却维护一个像我这样而答应她的要求。你说这样怎么能让她不震惊、不伤心、不怨恨？这简直是太难以让她接受了。我都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跟他老人家赔个礼道个歉，能够让他老人家原谅。答应我回去认个错，这样我的心里也会好受些。其实这件事儿你也不用过于自责，他那天发那么大的火主要不是因为你。那为什么呀？你知道他这次来济南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我娘是来买地的。买地？我娘最乐意做的事儿就是收集地产。她有一个这么大的盒子，里边装的全是金树堂所有的田产地契。你知道她最高兴做的是什么事儿吗？就是把那个盒子打开，把地契拿出来，一张一张的数，直到把地契的边都数成毛边了。那既然这样，你就圆了他的愿望就是了。我们的矛盾就是出在这儿，他非要置办田产，我要投到商业。他如果拿着钱去置办田产，那么我钱号的周转资金就不多了，而且田产毕竟是不动产，收益久见效慢。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有他的道理，要不然这样，你们俩好好商量商量。我娘的道理就是，千买卖万生意，不如村头十亩地。不是有句老古语这么说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一辈的话，不会错的。沈母在屋里。
青莹，明天我要去趟上海，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操心吧。嗯，你放心去吧，家里面有我呢。只是婆婆从济南回来以后，好像心情不是很好。我知道，我惹她生气了。你和大嫂、二嫂就多逗她开个心吧。我娘岁数大了，不妨就别让她去了。我们都已经劝过她了，可是怎么劝她，她都不听。她现在知道伤好，正急等着步友。织几匹布了。希望你受苦了。对不起，婚礼那天。我已经听二嫂说过了。商人大都是不循规蹈矩的，极容易走上中不孝的歧途。上次去李先生书馆的时候，最后你问了我一句话。你问我如何才可以成为大商名贾，在我看来，真正的大商仅靠货通天下，利涉四海，自号立百世不朽，财富积万贯有余，是远远不够的。那还要怎么样？你不喜欢四书五经，这个就是大学的开篇呀。哎，你说来我听听。古之韵，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知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好，你把大圣之道比喻成明明德和天下平，太好了。这也是我第二次去李先生书馆的时候忽然想起来的。雪莹，结婚那天你真的不怪我吗？不怪。你永远都是我的寄生狗。孟洛川觉得妻子的见识、胸襟都比自己开阔，想起婚后对妻子的冷淡，又想起六姐的事，不由得深深地感到愧疚。孩儿给母亲请早安。儿媳给婆母请早安。起来吧。
还有什么要吩咐？跟洋人打交道得多留个心眼。哎，走到哪儿都别忘了啊，家里头有个媳妇儿为你织布。放心吧，娘，忘不了。等等，娘还有什么吩咐？走吧。总当家的，您不到贵厅去看看去？我不用看也能想象得出来。这几天的账您看完了？看完了。哎，这几天各商号来囤货的不多啊。哎，您别着急啊，俗话说火不上房人不跳墙，现在各部号还有点库底子撑着，可这库底子清完了呢，还真都关门去。哎，瑞福祥那边怎么样了？没有棉花，老天爷也白搭。我说的是阳清土委部，他能把大清人变成羊鼻子土眼睛的模样，他的阳经土尾部啊保准成。宣清部的事儿，各位掌柜的。哎哎呦哎呦，宋大掌柜、吴掌柜、孙掌柜、宋大掌柜，你们千祥义今年可是大发利市。哪里哪里，托大家的福啊，托大家的福。大家伙儿啊都是行家。这瑞福祥啊也是让这棉花给憋草鸡了，竟把这阳经土尾部当成驴马杂交生骡子了。请哎，请。诸位，在下孟进侯，瑞福祥绸布店的掌柜。因为来济南的时日不长，所以在座的各位同行呢，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今儿在此呢，一并向各位致礼请安了。啊，谢谢，谢谢。瑞福祥今儿请到了淄博的刘仙班，诚邀各位业内同行一同雅赏。在下仅代叶东及毕浩的众伙计，感谢各位莅临赏光。感谢了啊，感谢了。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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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戏马上就要开场了，请各位随意随意啊，来。孟大掌柜，啊，这戏能推迟一会儿吗？哦，老前辈有何指教啊？孟大掌柜，贵号给我们的这个小布袋到底什么意思啊？你总得领领道吧，老前辈。
本来啊想请大家呢听完戏之后再说的，没想到大家要是这么要求的话，那我就耽搁一下各位听戏了，我先说说好吗？您先请坐。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最近毕浩要推出一种新的布料宣青布，诸位呢都是业内的同行，我也实不相瞒啊，这种新的布料呢是采用一种新的技法阳经土纬混编而成。下面我请大家看一个验证。各位前辈，这个小布包和你们手里的小布包是一样的，这是一轴本地的土沙，而这个呢是一小轴毕浩引进的洋沙。下面由我跟我师弟给各位前辈做一个验证看看。好了，现在由我们给他们挂钟，五金坨一个。二斤坨一个，验证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得十分清楚，在送给各位的小布包当中啊都有这样的两小轴纱线，大家回去之后可以亲自去验证一下，大家可以仔细看清楚，由于土纱是用手工纺织而成，粗细不一般均匀，所以当它受力过重的时候呢就会从最细的地方拉断，而洋纱就不一样，洋纱是由大机器纺织而成，从头至尾粗细是一般均匀的，所以相对于粗细不匀的土沙而言它就更容易承重，看上去质地轻薄的阳经土纬布比看上去又厚又重的土经土纬布更经磨耐穿的说法，我相信大家不会再有怀疑了吧。是的，在送给各位的小布包当中还有两片布样，一片呢是土经土纬的土布，一片呢是毕浩出的阳经土纬的宣青布，你们可以自己拿回去亲自验证一下就会知道了。孟大掌柜，听说全省的标营兵俑、省府州县衙役的制服都要改成用宣青布，这个消息属实吗？当真，而且我估计啊用不着到年底，全省的标营兵俑、省府州县的衙役三班他们的制服都会由宣青布制成，在座各位都是行家里手，兵俑衙役的制服会对衣着时尚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不用我序言了。所以啊，他说的对，是是是是，对，哎呀，这样的话，那将来这个孟大掌柜，今年棉花绝产。各商号都是一副等米下锅的样子，贵号的宣青布在座的不少人都听见衙门的人称赞过，也看见宫门的人穿过，今天啊又看了验证，大家想啊不妨试销一下看看，眼下大家最想知道的是宣青布的价格啊。好好，我明白，瑞福祥之所以不辞风险来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平抑布价，共襄同业，化解棉灾给布行带来的危机，所以宣青布的价格之低可能会出乎各位的意料。到底会低到什么程度啊？
孟大掌柜，我们相信贵号的诚意，不过你无论如何给我们亮个盘底呀。是啊，好，现货套尺坯布12钱银子一匹，现货宽尺坯布1两2钱银子一匹，而且吨量大了还另有优惠。这个价格你不会是开玩笑吧？我会在这个场合跟诸位开玩笑吗？大出意料，大出意料，好了各位，戏马上就要开场了，请各位看戏吧。瑞福祥，这分明是在跟咱们唱对台戏，又让他做了名利双收的一票。哼，没有他横插那杠子，今年呢我们至少是翻两番的生意，现在好了，全泡汤了。大掌柜，什么事儿？一个叫花子送来的。叫花子？哦，东主给您的。商务总管耿宝坤如约前来。怎么是你？家父生前一直称赞耿先生是生意场上的蛟龙，有呼风唤雨之能，所以在下一直想结识耿先生。令尊爱大掌柜也是布行的高手，只可惜英年早逝啊。能结识耿先生真是三生有幸啊。你今天约我前来不只是就为了认识我吧？约先生来是想向先生请教一些生意场上的问题。跟谁合作都行，瑞福祥免谈。耿先生，不是有句老话吗？生意场上合则两利，分则俱亏呀。跟瑞福祥合作，别说是今生，就是来世也绝不可能。您怎么跟瑞福祥像跟仇人似的？他瑞福祥时不时拆过千祥义的台，我不把瑞福祥整个拆了就已经不错了。这么说，要是瑞福祥倒了牌子，先生倒是高兴的喽。艾公子，你这话什么意思？眼下就有这么一局，如果耿先生肯落子，就能摘了瑞福祥的牌子。你是不是受了孟露川的吩咐跟我下套来了？耿先生啊，我知道在您跟瑞福祥的一次次较量中，麾下的龙翔跟千祥义可是屡屡败北的。胡说八道！瑞福祥那点小家当怎么能和我千祥义比呢？可是发行债券，盘活资产，孟洛川手中的周转头寸无形中多了上百万，千祥义能有这么大的场面吗？千祥义已经被瑞福祥踩在脚底下了。你瑞福祥的家狗也是可恶之极，想扳倒瑞福祥吗？想扳倒瑞福祥，我想是我的事儿，你操什么心呢？没有强大的援手，耿先生独自扳倒瑞福祥恐怕只能是做梦了。艾先生，这不会就是指你自己吧？耿先生不要忘了，我现在可是瑞福祥钱庄的大丈夫，对瑞福祥钱庄的情况
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而且我跟您一样，您还想要扳倒瑞福祥？家父真正死因吗？真正死因？还不错。难道艾老掌柜的是被他们？不错，我爹就是被孟洛川、孟晋侯设计陷害死的。川，杀父之仇。相信我，本来在下还有些拿捏不定，但刚才听了先生一席话，我明白我跟您都有共同的愿望，共同的敌人。我还能不信你吗？唯有你我联起手来，外力加上内应，方可将瑞福祥置于死地。炮先生也懂棋？一点点。那请教一下，两个高手对弈，如何才能取胜？请赐教。取胜的关键就在于等待对方犯错，然后利用对方的错误打败他。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蚕在有蛹变成蛾的时候，他的身子可是最虚弱的。如果等他完全变成了蛾子，再抓他可就难了。现在的瑞福祥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是吗？在我们外人看来，瑞福祥可是如日中天，红火得很呐。这是瑞福祥前天的账目结算，先生一看就会明白。瑞福祥的资金已经使用到了极点，就好比一根丝线绷得不能再紧，这个时候哪怕是一口气吹过去都有可能把它吹断。孟洛川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犯错？先生是聪明的，蛇的七寸您看不出来吗？乡下债券。疆域无边，山际无限，关山重
地，黎明为前，唱。